大家好，我是莹莹。这两天哈，这个虎林这边一直下大雨，然后每天呢生活特别规律，早上起来就去驾校。驾校呢，你们也知道的，这个学员一多呢，排队你想上手练车就很困难。这两天就是练那个考试车，因为考试车只有两辆或三辆的，学员又多，就是在那排队，一上午有的时候能排到一次，有的时候一天能排个三次的那个样子吧，就在这等。因为错过你的号呢，那你一把都练不成了，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消耗掉的。这个学员呢都已经跑到室内里坐着去了，这个场地上也就是有这几辆车，你们也看到了啊，正在学员练车呢，其他人都已经转到房间里面去了。哎呀，真的是很规律的这种作息时间，真不知道拍什么了。所以我就觉得就没什么好玩的事儿，我们就不拍了，就好好的专心的在这儿等吧。这也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啊，你别管是时间消磨掉了还是怎么也好，这真的是要经历的过程。我在这儿等啊，背个包啊，左走右走的，人家说你怎么闲不住啊，我这不知道闲着往那一站干嘛，我坐也没地方坐，也坐不住，你说不走干嘛，可倒是减肥了，东溜达西溜达，上午就练一趟车就能等个中午饭吃，下午继续在这守着，然后练第二次车就等着五点钟就这个就关门了。这生活呀，从来没有大把的时间是这么来消耗掉的，也是一种经历吧。能排上一圈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中午他们吃饭去了，然后能排上，这不在这里边排队呢。因为他这个那叫跑道吗，就是那个比赛的那个赛道哈，也有车子在排队。我后面带着一个2003年的出生的小弟弟，本来这里面一群女生他们都吃饭去了，像大疯子早上出来的时候停水的，一会儿刚刚按错了，刚刚是有个滤镜，可能是，哎呀，我走了，走了，好不容易排上跑道了，走了啊！看到没？等那两个车走了，给我腾位子，我才能过去。今天这个车子最拉风了，上面带个棚，老远看的话真的很拉风，挺酷的。赶上大暴雨了，又练不了车了。你看，东北的雨哈，跟东北人的脾气一样。来得快，哗哗的，哇，哎，这车都停在这儿了，不敢动了。骨折处出血，先要固定，然后，对的，固定，出折骨折处出血，我觉得先止血吧。外面一直下大雨了，我们也练不了车，我就跟这小姐姐，我俩练题的，跟小姐姐我们两个性格特别相投。我俩在一起黏一天了，你不管是考试车呀还是怎么的，就在一起黏着，除非他没来，否则我是绝不会耍单帮的。嗨，我俩在这儿练科四的题的，玩的啊。下面烧柴呀，那柴火哪去了？看看这个柴火炖鸡啊，这是炖鸡吗？等一会儿，烧的好旺的，这个自己添火，好烤啊！我觉得冬天时候吃这个蛮好的，还能取暖，然后人越多越热闹，因为一大锅东西哈，人少不行。哇哇，热气腾腾的，一大锅排骨，等一下啊，看，好嘞。炖的排骨比鸡好吃，我觉得。这个门要关上吗？来，把门关上啊，要不然太热。东北呢，饭店有一个大锅炖，中间一个锅，然后就放在桌子上面，就是柴火，一点都没有了。但是我还得拍一个视频吧，不然的话你不知道我今天都做了什么。现在正在炖呢，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。一大帮人吃，其实这个东西哈，如果两个人、三个人、四个人不去吃，吃不完的，就得一大伙人吃才行。正好学员多嘛，今天你请，明天他请，轮也就是轮流的，请就可以了。我们一帮子人哈，一大伙人，有喝啤酒的，有喝饮料的，我
拿的是大白梨汽水，还旺仔的大白梨。东北这边呢比较喜欢喝大白梨，还有大窑，大窑应该是内蒙古的。一会儿就等着这个排骨烂了啊，好多人等着急了。尝个小花生啊，这么比我还会吃，来够得到。给你们下里点。不，那不会煮软吗？够烂的啊，够烂的。对，我尝尝。你吃完饭了吗？是。南方的朋友好像比我会吃嘛，因为我没吃过这个，真的，他知道往里面这么蘸一下，这跟泡馍差不多呗。嗯。好鲜呐，列车练的手都抖，就这样。嗯，好吃。拿几个孩子呀？可以。嗯，好喝。我们可以不吃啥，光吃这个小馒头蘸汤就可以吃了。靠谱，入味儿，现在都有味儿吗？有，那个汤很有滋味的，很鲜的。全是排骨味，正常情况下这个排骨锅是118，你看这些也就150呗，是吧？如果在我们交流的话，没有280吧，吃我觉得是，嗯，在上海更不要想，对，在上海的话，你估计没这顿饭200块钱花不了。像这种的话，放到上海去的话，就是400的啊，对，差不多。所以说，想下饭店下馆子，还得回东北呀，使劲造。使劲造，学会了吧？嗯，很好吃，不能泡时间太久，再的时间。泡烂了。对，泡烂了。东北话叫能过是吧？是吗？东北话烂是不是叫能过？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原来东北方言还不一样的，就是泡的软塌塌的。排骨、豆角，还有玉米，然后他放了点，也不知道是鸭胗还是，应该是鸭胗。行。汽水号东北菜特别实惠，是不是这一大锅？如果我们不是四五个人的话，肯定吃不完的。这啤酒是他们的，不是我的。饮料哪去了？那就撤了。把我饮料给我很南一边去了，就故意的啊。他们在旁边看热闹的，都看那个屏幕里面，看就看了，高兴去了。他们都知道我做自媒体的了，从此以后也没什么隐私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边做人特别严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就先吃了啊。这个是自己家做的辣酱，能看出来吗？里边有水果，这我都能看出来。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辣白菜呢，我尝尝。不是葱，应该是，还有点香菜，反正蛮香的，一点都不咸，就是调味的。也闻到这儿，葱香味很足啊，加上点辣，鱼香都通了。炖一个半点的排骨，尝尝，哇，好烫啊！不是特别烂，我觉得这时候更好吃，又有嚼劲。下酒菜呀，但是咱们不能喝酒呀。真香，真香。这个猪一看就是大猪，有300多斤。你看那个骨头就看出来了。真好吃，我也尝块土豆。看看土豆烂没烂啊，有没有入味。哎呀，烫，然后我想说它挺入味的，你看那颜色就看出来了，就这个心呢都黄了，说明也是入味啊。好沙呀，
沙沙了。我们几个人吃的差不多了，最后还剩了这些，还剩了这些小花卷。其实这些好的东西啊，我好像你看这排骨全都是这种精排，吃了好多块，数骨头就数出来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呦我的天，撑死我，眼睛都花了。好温暖，玉米我都没吃，因为里面有玉米，还有鸡胗，还土豆还有剩的。